这个干冰冻藕粉应该是冻好的，咱们来看一下，烫手，看，太烫手了。味道很不错，是那种滑溜溜的，然后像冰淇淋似的，就是有点烫嘴。吃完会不会吐泡泡？咬不动吗？尤其是吃到那个葡萄干的时候，酸酸甜甜的，味道可好了。